应该是这里的。二姐，哟，老先生，我们这儿还没开始营业呢。我这有封信，请把那信交给他的主人。主人谁啊？爱谁谁，沉则自沉，浮则自浮，我不管了。哎，老先生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你有什么事情啊？您最好还是亲自将此信交还给主人，以免造成哄敲之误。哎呀呀，真没想到，在这娱乐场所还能遇见像公子这样有才学的人，幸会幸会。在下装酷，承蒙老先生夸奖。哎，公子就不必过谦了。哎，那个，你们刚才说那什么？虹桥之物什么意思呀？哦，这个呢是个典故，在近代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叫做尹虹桥，别人委托他把书信传递另外一个人，他就觉得很麻烦繁琐，于是呢就在过桥的时候啊，把这个信扔到水底，说着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，后来呢人们把书信丢失称为虹桥之物。哎，说你呢啊，那老头怎么回事？这么不负责任啊！你知不知道啊？家书抵万金，白让你活这么大年纪，真是白活。没文化，泼个妇！你说，哎，你这个老人家怎么打水书了？一点礼貌都不懂啊！九爷，何四川，真的是你啊！怎么在这里找不着你了？是，长这么高了，你怎么找来的吗？不对呀、啊，小四川是个男孩，你怎么穿得这么花哨啊？这是我的工作服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人上岁数吧，这眼睛就花了，就分不清男女了。别生气啊，孩子啊！哎，自己家人生啥子气嘛？哎，九爷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我姐姐你看到没得？啊，你姐姐回老家了。哎，对了，她让我给你带封信。咋一国字都没得？那你姐姐可能是提笔忘字，我这不给你捎信儿了吗？过几天他们就要成亲了。成亲？啊，对，我姐要成亲。你咋的了？哎呦，哎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肖子团吧，就特别想他姐姐，替他姐姐高兴呢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过几天呢、啊、他们就要来办事情了。办事情？哎呀，办啥事情啊？就是登记呀、啊。啊，他们还没成亲呢。快了快了。小四川儿，你还有戏哦。嘿，我信也送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哎，不过呀，你见了你姐姐一定劝劝你姐姐，就那个小伙子吧，他、哎、他咋了？他对我姐不好。家丑不可外扬啊。九爷，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。哎，等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不要到时候，你现在就说。就是你该知道的时候、哎、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就是老先生，阿卡，你还不如先住在咱们这儿吧，附近有家小路客栈，食宿免费，你就去。谢谢庄大哥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哎呀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谢谢好，谢谢小四川，你就带他去吧。走吧九爷。谢谢谢谢。肖四川儿，哎呀，这红桂坊的家属院不错呀，啊，不错不错，真的不错呀。哎呀，老先生，
看您这行头，您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？我是你们这里那个小四川家乡的亲属。亲戚。得嘞得嘞，您里头请，您里头请。走走着走着，里边有人接待接待一下啊。又是一赔本的买卖呀。那年你悄悄远走，留下一封信笺，害得我抱着臭鞋哭了老大半天。如今你要回来，带着该死的另一半，小四川我应该咋办？姐，你还跟原来一样那么漂亮，这就是小四川吧？这是光夫。快叫姐夫。寡寡，他好像不太喜欢我。是你把我从他身边抢走的。周爷来了，他消费条件，你去检查吧。他怎么又到这儿来了？一会儿我们就去见他。哎呀，大舅爷，大舅爷来了啊。嘿，来干什么？成亲呗，还能怎样？日子都定好了。大舅爷，我可是给足你面子，这次要是在节外生枝，我胡三娘嫁不出去，让这胡家断了后，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舅爷，您别生气，您老别生气。罪孽呀，罪孽呀！汗脚啊！娘子，不好意思啊。去去去，端盆出去洗，快！啊、把鞋穿，出去。不。太臭！书给我。外边什么人？别别，是我，是我。哎呀，舅爷是您呐！我这刀可差点就……你把这收起来。你别吓着那光夫。三娘，快把他收起来。你不知舅爷深夜造访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也没什么事情啊。我就是想啊，你们两个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了，不太方便，你还是跟我一块儿住。不，这那倒不必了，这客栈房间多的是，我让刘大人安排就是。哈哈，哎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完婚呢？五月初九。哦，五月初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给你们俩算算呢，算算这个当日易记啊，什么这个纳音五行啊，还有什么这个属性啊，这个我再给你介绍介绍，这里头还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好了。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哎呀！
那样老人家干嘛如此唉声叹气啊？啊，这些年轻。走吧，上我房间，喝杯茶，咱跟这儿聊聊。来来来，您呐，您这……哎呀，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儿啊！不过您觉得这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？我决定今天就把事情办了，新事新办，一切从简。嗯，哎呀，看到您的喜宴典礼，阿姨的捧的心都动了。您们的喜宴嘉宾都挺好的嘛。我决定让小四川做掌门人。一个属鸡，一个属狗，鸡狗不相容啊。再说那八字我已经看了，不合适。哎，可也是啊，老人家呢操这份心呢，哎，那是理所应当啊。可问题是啊，人家两情相悦，您说了也无济于事，这不就跟我那闺女媚娘似的吗？从来就没听过我的，这都是你惯的。独生子女吗？刘大人呐，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哎呀，张不开嘴，难以启齿啊。老哥哥，这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来，您跟我说说。家丑不可外扬，不说也罢。来来来，说说说说。这丢人现眼呐。您就跟我说，真不说。不说，绝对不说，绝对不说。那好办，把房钱交了走人。来，哎，你怎么像富人一样，路人家长短的？啊，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呀？你看我在这小奴客栈一个人，无鸡六兽，啊，我多寂寞呀，我多难过。您跟我说说吧，让我解解闷儿，您也释怀释怀，多好。不可理喻！哎，别走了，哥哥，说说心里话，好吗？说说。姐姐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？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很快就会有女孩看上你。只是你以后别这么打扮自己了。其实你多少还是有点像男子汉的。姐，你不喜欢中性小子吗？不喜欢。我干。哎呀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就是变成个男的，我把你当弟弟；你变成一个女的，我把你当妹妹。你记住了，纵使你有72般变化，我也永远是你姐姐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讨厌，姐，我哪有那么多变化嘛？你怎么那么开心？姐，你喜欢那个光夫吗？嗯。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忠心。总之，你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样子。好了，听姐的，为我祝福吧。祝福。恨死我了！姑娘们，行动起来，把我们红贵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好嘞，走。哎，大傻，你快点，快点，给我补点胭脂啥的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你说，哎，那你又不是新娘子，你擦啥胭脂啊？我当伴娘还不行啊？就你啊？你要当伴娘，我都能当伴郎了。啊！你个臭不要脸的大傻！我说我当伴娘，你说伴郎，你占我便宜你！你臭不要脸的，你讨厌，你占我便宜。好，静一下，静一下，哎。
这不就是没通知你吗？你还坐那歇会儿去，啊，摁着摁着，啊，来，我们继续夫妻对拜。好，继续下面的节目，春达上来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亲哥哥哥了。我就喊了，你喊着，你就是把天王老子喊来，也别想阻止我三娘嫁人。那我可说了，你们两个是地地道道、不折不扣、百分之百的亲兄妹。怎么样？还结婚吗？还入洞房吗？你个老东西，你跑到这儿来捣乱搅我局，坏我兴致。我坏你兴致？你们两个乱了伦理纲常，我好言相劝你们就是不听，非逼我说实话。今天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两个自己负责。你个老东西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哎大傻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好了，闹什么闹？下去。好了，都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来来来，干仗。小四川，俺宣布婚礼取消。啊？取消了？俺看这胡三娘也并非不懂道理之人，这里头也许有未解开的误会。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吧。您接着说，这里头有什么隐情啊？庄公子，一看你就是一个见过世面、知书达理的人。哎，我这有一副家谱。哦，哎，好，你一看便知啊。你看看，这湖畔是谁？我就是胡潘，胡潘就是我呀。哦，还是位举人呢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还没有为国家尽力，哎，就遭到了小人的算计，你这不分流了。这个胡一道是谁？那是我三舅。这有没有胡三娘和广富？他们俩还没上家谱。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们俩好离好散，回去以后我就给他们俩写上。哦，那这么说这家谱是出自您之手？哎，说的太对了。哎，人有祖，树有根，一国无君，后君不识前臣，一族无谱，后辈不识先祖啊。啊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您为先祖续写家谱，光宗耀祖，也受到后人的赞扬。哎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哎，对啊，但是俺有一个不明白，这胡三娘和广府为何称得上是兄妹呢？哎，你想啊，胡光福、胡三娘，你琢磨琢磨这个意思。那又能怎么样呢？胡光福、胡三娘，你合计合计。对呀，都姓胡，这又没什么呀。胡三娘、胡光福、胡……哎呀，你没见外啊？这你没完没了问什么呀？哎，我话在茅厕我就听见了。哎，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兄妹？就因为同姓啊？哎呦，太荒唐了！
哎，我说的当然有根据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们俩是一个村的，从小就在一起玩，那是两小无猜呀。后来三娘叫人抱养了，就是现在的小四村的父母，他们抱养的。当时啊，那胡光夫啊，就追这个船呢，在后边跑啊。那个小姑娘就站在那个船头上，哭着喊着：“哥哥呀，哥哥呀！”我想起来了。猴子简直是个搅屎棍，根本就看不上人家，哎，双宿双飞同林鸟，非得棒打鸳鸯。我看他呀，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法海。哎呀，你事情没搞清楚天，你也不能太武断了。我怎么武断啊？他的意思说啊，同性就是兄妹啦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俺的意思是啊，你比方说，在上古时代，他同性他比同族。可是现如今呢，他同性他不一定同族，他也不一定有血缘关系。那就对了呀，啊，春秀街姓刘的人多了，都跟我是一家人呐。对呀，所以呢，在唐朝他是有个规定的，比方讲，同性结婚，然后呢，监禁两年；如果同性在同族，那么呢，要一剑论罪呀。现在又怎样呢？现在这个大明律嘛，当然呢，也不能随便搞的啦。同性为婚是各杖六十。老哥哥，判定离婚。好，好得很呐。我就说嘛，还没有王法了呢。明天我发现他们俩再在一起，就地正法。啊，刘大人呐，说，你这里有擀面杖吗？借我一用。擀面杖，有啊。啊，大概，这个我看啊，哎，哎呦，也许这样吧，老哥哥，您呐到律师事务所去问问他们，我这就给您找那擀面杖去啊。哼，我才不管那一套。只要有我在，就不允许那帮小子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有辱祖宗，绝对不允许。哎，刘大人，刘大人，怎么样啊？你们二人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。想明白就好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吧。啊，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明天我们就再办一桌，气死你个老东西！大胆！我这有家谱，宗规家训，看看。哎，什么家谱家训？我胡三娘不吃你这套。大逆不道啊，大逆不道啊。你编个家谱家训就是我胡家人了，痴心妄想。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啊？你就不怕众叛亲离吗？哎呀，难道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怎么着，我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
我胡三娘光明正大，不怕人说长道短。哼！哎呀，列祖列宗啊，我对不起你们呐，都是我管教不严呐。你不认祖宗，你大逆不道！你，我们走。你这个畜生！你气死我了！畜生，气死我了！你们还要办一桩？是三娘她气不过哦，那是不是她有些怀疑呀、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听俺说完，你说嘛呢？正是因为家谱啊，它属于私人专修，上面的记录啊，言过其实，不够严谨，所以俺不认为那些记录可以作为证据。更何况呢，你的名字也不在上头嘛。就是嘛。啊，而且呢。而查了一下那个大明律例，表面上规定啊，同姓同族是不能结婚的，但实际上呢，是可以结婚的。这不就结了？所以呢，你别总插话呢。早在春秋的时期啊，那是同姓呢是不能结婚的，他一结婚孩子容易畸形。啊，俺告诉你们呐、啊，咱们现朝的皇帝和皇后是表亲，生出来的孩子。像个小老兔子，还活不到20岁就死了。啊，这样。所以这些情况你们要考虑清楚啊，知道吗？嗯。如果有可能，你们最好到药房做个婚前检查。婚前检查？对。你干什么去？外面睡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还真信那老家伙的？大舅爷在咱村那是德高望重，他的话咱可不信。我呸！你听他的，什么东西？人家毕竟是大舅爷，你怎可如此无礼？他根本就不是我家亲戚，他就是想巴结我家宗亲，捏造族谱来攀龙附凤。这是为何？因为我们胡家在村里那可是大户人家，他想找个靠山，懂吧？靠山？哦哦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么说咱俩不是亲兄妹？连表的都不是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。去吧。哎，回来啊！把枕头给我。哦。怎么样？不妨一试。这的确认亲，果真如此灵验。这官场奸情明暗，最后都是以此把来断定的。这水中两滴血，如果相互融合。表示亲人，如果分离，那便如何？就表示并非同族，可以结为连理。这我得考虑考虑。好，天色不早，在下告辞了。阮公子慢走。好，我送。请留。刘大人，这你可完全听到了。也好啊，这个方法我也知道，但是它有很多破绽。那便如何是好啊？有破绽，咱们才能造假呀。找谁呢？那兄妹俩呢？哈，走了。走了？对呀。你怎么让他们走了呀？哎，对了，你
给我说说，他们俩到底是不是兄妹俩呀、啊？哎呀，俺说你这女的咋这八婆呢？你咋对人家这些事儿感兴趣呢？哎呀，我就是好奇心太重，你给我说什么说什么。那说跟你咋说呢？俺得想一想，嗯，啊，这个，俺不是不会说，俺是考虑到你的理解能力，找一个好的表达方式。哎，对了，俺就拿它吧。好嘞，就是。你识字吗？你才不识字呢。那你告诉我，念出来。假道伐虎。哎呀，你真聪明啊！假道伐郭。那这个假道伐郭是嘛意思呢？俺跟你说，这个假道啊，就是揭露的意思。这个伐呀，它就是攻占的意思。这个假道伐郭呢，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啊，一个花瓶，它是一个国家，它是一个堡垒，哪能要打进去咋打呢？它的门全关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俺们要是拿部队去打它，俺们一定会受损失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俺们就得用利益诱骗他，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俺们就悄悄的、悄悄的渗透进去了，这样俺们就能控制呀。我懂了啊！你要打胡三娘？哎呀，别、啊，他武功那么高，你会受伤的。俺不是要跟他打呀，嗯、俺的意思呢，就是是那个怎么了？假刀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。来，三娘，你就开始吧。有云南白药吗？这一会儿，我倒要让大家看看，是不是亲兄妹？哎，展开，展开，展开！我看。哎呦，你瞧瞧，这个碗水又不清澈，又污浊。你看这个碗，还有个豁口，也太不正重了。来来来，换我这只。哎，倒水啊，倒水。倒水。哎，倒那个上好的凉白开。来，水来了。是那个上好的凉白开啊。这姑娘太不懂礼貌了，这老板娘都这样，怎么差你呀、啊？三娘，放血吧。嗯，好。且慢，胡老先生，这是何意？这叫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。俺看这就不必了吧。啊。小虎山结婚了。哎，小虎山来了。小虎山结婚了。姐，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，我喜欢你。姐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我。没鸟也不喜欢。嗯，姐。今天我们结婚了啊，以后你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啊。姐，你怎么没有穿衣服啊？你怎么没有穿婚纱？你看我的衣服好不好看？你看好不好看？我们结婚要喝酒。这不能喝！哎呀，不能喝！好久，祝我结婚快乐，祝我结婚快乐，祝我结婚快乐，高兴一点，祝我结婚快乐，死了。
这，哎，你俩把它赶紧扶进去，扶进去。对对对，慢点啊。不行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请二位避邪人性吧。哎，等等，还得用这玩意儿呗。应届成住，左右各一个，你都占了。这说明啊，你们两个不是亲兄妹，是次亲兄妹比亲兄妹还亲的亲兄妹，所以你们真的不是亲兄妹。那好，俺也不说了。现在事实证明，他们俩的确不是亲兄妹。我不相信，这不可能。好，好啊。刘大人啊，我认为纯属巧合，不以为信。嗯，对，有道理。这婚姻可是两个人的大事啊，对吗？嗯，对对对。张大公公，不可以草率呀。哎呀，爹！把你惯的，没大没小的。好，既然如此。这位大舅爷，敢不敢拿你的血和我的再试一次？我看就不必要了。你不是说你是我们胡家的人吗？如果我们的血不相容，你该做如何解释？我不相信这一套，这是迷信。哎呀，试试又有何妨啊？既然你是他的亲舅爷，还怕血不相容吗？刘大人，我看算了吧。一样的血，一样的血，一样的梦，一样的梦，未来还有梦，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，开拓。停！胡闹什么呀？你们两个出去。三娘，不是说你俩干什么？你俩留下拜堂。哎呀，总算是了了我一桩心事啊！还有你啊，我说你，你出什么破计策？假道伐国有什么用？你难道不明白吗？俺要伐的是那个胡盼，让他掉以轻心，以为俺站在他那边，然后一举拿下。那你说说，怎么出那么多纰漏啊？这还不是你那个老爹干的事吗？看来官场的事情他确实了解不少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学问全在这碗里头，假如石县现在碗内涂上烟醋，那么两地穴必将分离，各自为阴。如果要是涂上白饭，那么两地穴定会凝聚一团。太神了，那这碗还能作假啊？这个官场的事啊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跟打仗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那按你这说，那胡老爹的碗，这个还想你爹最清楚了。哎呀，还算好那小四川把这碗给砸了，否则。否则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快走，快走！刘大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你快走吧，你呀！刘大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你解释。告诉你，本来啊，我挺可怜你。我看着胡三娘把你欺负得够呛，本来不是想帮你的吗？你看看你，最后你啊，连滴血认亲的事都不敢尝试。我看你八成就是那个骗子，
强。你快走吧，野武大人呐，你听我解释。说说说说，我这还有一股家伙，可纯着皇亲血统呢。就你这样还能有皇亲国戚的血统？你比我都过分呢！你连你八辈祖宗你都给忘了你。